你升好了这个助教，他是假的，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大学生。紧急事件，新人大赛的审查时间提前到了后天，公司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按时递交作品。39.3，你烧这么高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教授，这 U 盘里的 PPT 根本就打不开，可是我其他的备份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原件呢？你先听我说啊，你把教授的发表顺序往后延，在那之前我会拼死赶出来的。哎，你在忙什么？本大爷替你画画，你在做别的。三个小时，大家回去看看。